根据最近英国数据分析企业 HarperHQ 方面公开的内容显示，在包括全世界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们在内的2024 INS 富翁名单中， BLACKPINK 全员榜上有名。在个人收益来看， Lisa 位居榜单第29位。Lisa 每篇个人 INS 帖子可以从广告商那里获得 62.3 万美元，约 8.36 亿韩元的收益。珍妮位居榜单36位，据推算，珍妮一篇个人 INS 帖子最多可赚 51.5 万美元，约 6.85 亿韩元。智秀位居榜单第40位，每篇个人 INS 帖子可赚 47.4 万美元，约 6.36 亿美元。Rose 每篇个人 INS 帖子则可赚到 47.2 万美元，约 6.33 亿韩元。由此看出， Lisa 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不仅如此，近日 Lisa 还凭借新单曲 Rockstar 成功入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并获得四项提名，成为今年获得提名最多的 K-pop 艺人。届时Lisa 还将在 VMA 颁奖舞台上演唱她的最新单曲 Rockstar。 早在2022年 VMA 颁奖典礼上， Lisa 就凭借歌曲拉 Lisa 荣获最佳 K-pop 歌手奖，成为 K-pop 界第一位成功获奖的独唱艺人。此次这是 Lisa 创立个人音乐厂牌后的个人首秀，值得期待。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欢迎你赞和订阅哦。